Hello.今天是1300天吗？出道1300天了。你不说我都不知道。谢谢小沙的荧光海。那1300天快乐。谢谢苏军官的蹦迪。我嗓子有点哑。对，然后我的嘴巴也还没好，还有一点点破皮。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忍不住口的。我刚刚睡着了一会儿。因为今天上课太累了，上了那个体育课跳了很久。晚上好。要不是定了个闹钟，我就睡过去了。谢谢良心的奶茶。不是奇怪的舞蹈，是蛮正经的，好吧？谢谢小九的荧光海。对，现在也没有来得及化妆就不化了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雪融融是谁呀？啊，我居然不知道，是我吐了。我要去查一下，我只知道冰墩墩。前几天我在店里洗头发的时候，就有那种不知道是学生还是什么，就进来就是要那种扫码，就送你一个冰墩墩的钥匙扣。我就在想，我说。啊，我们顶流已经沦落至此了吗？已经是那种扫码送都没有人想要的那种。我记得以前就都是很难抢的。谢谢苏珠糖嘎嘣脆的荧光海。应该是不是正版？果然都是一下子火了，一下子又落寞了，好可怜的冰墩墩。谢谢 JELNAZ765，生日版的蹦迪。谢谢巧克力。现在是鸭子当道了，我看到那个鸭子好像是，它两个手会这样动是吧？我看到的是举着两张照片。
我想要吗？我还好哎，我不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好吗？没有，我这里出什么新品很多都没有，肯定没有鸭子。对啊，我是挖着吃的，就是买了半个西瓜。谢谢小喵喵，骑士喵喜的奶茶。就很朴素，好吧。店长直接和你说没有鸭子是吧？太火了。谢谢，我知道你是谁呀，对，你们好。谢谢蘑菇粒果子的三个奶茶。我今天晚上都是吃的我中午的剩饭，因为我又点多了没吃完。谢谢，其实也很想金毛的奶茶。是最近的事情吗？谢谢月光骑士奶茶，谢谢绿洲奶茶。因为北上录播。看情况好吧，18年那不是很早之前了吗？怎么现在翻出来？今天想吃这么的奶茶，晚上好。我有放冰箱里冰一会儿的。你们就是在叫什么？言语诱惑，想让我不删。玉桂狗有个双肩包，没见过耶。总觉得你们在阴阳怪气的，有一种这种感觉。好了，我考虑一下吧。我今天本来是想给你们唱歌的，我刚唱了一下，像一个鸭子嗓，有点哑，救大命了。会不会跳《爱你》？不会耶，但是我好像刷到了。我再考虑一下，好吧，好嘛，那就一个素颜聊天时间。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，这一个星期又快要过完了，明天我就是最后一天的课了。但是我最近有好多好多要背，就是要弄的东西，整个人都不太好。
也就辛苦这么几个星期吧。不小心打嗝了，谢谢荧光棒。期待29的店员，嗯哼，29我打算走姐姐风。打算素颜，那可不行啊，那我会被叶总误认为消极怠工的，你知道吧？之前他还专门在我们那个群，我们那个群是就是不在中心的小偶像嘛，就有一个群，他还说就待在家里，店员呢就不要穿睡衣呀什么的，就要我们收拾一下。我现在就是穿睡衣。谢谢出关号的荧光海。睡衣 party 可还行，那只能就差不多是这个造型了。我又没有可爱的头箍，我没有那个可爱的美乐蒂头箍，不然可以精致一点。然后今天有一个 staff， 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我没有备注。然后他就在我们群里说就辛苦大家了，就是这周再来一轮。说什么什么夜总会什么，就是和你们惺惺相惜的，就用的是心情的心。没有说是最后一次呀，反正就是有一种用工资激励我们的感觉，然后果然很有用，瞬间就被激励了呢。对啊，心情就是草字头那个心。当然不是呀，我还要戴口罩的，咱也不能穿个睡衣。是吗？我刚刚还刚起床，迷迷糊糊还有点起床气来着。想看公演了，我也想看。就每次他们有公演，我都会蹲在那个 B 站直播看，除了要付费的我就没看了。谢谢沐月的荧光海。有场起床戏，我就是那种不要惹我，但我觉得有种厌世的感觉，就马上会爆炸的那种。会起床气就是刚起来很烦，有种没睡饱的感觉。哇，谢谢百花和小太阳送我的权杖，谢谢。对呀，我嘴唇好多了，还是有一点点。
一点电，你要不要点一首 BGM 放放？还有的翻牌啥时候翻掉？排队吧。对，我大概还有50条左右。逆光，好呀，但是不准撤回哦。有一个小 tips， 其实语音可能会翻得更快一点点。逆光那得去网易云。好的，我明天就上完课了，一定会翻到的。马上就有空了。你听了一天，不觉得听这个歌就会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吗？会不会 emo 呀？听的，有时候我有点不太敢听。然后，而且我听这首歌，我就会想起来我当时的那个惨状，也不是惨状，就是想起之前。就拉票的时候那个心情吧，就是去年。我说逆光居然都说不到延庆，那我只能说延庆了。收到了。这上面还有两首金曲的音乐。看清吗？看不清。一会儿放完这个给你们。你、我穿梭在浩渺的宇宙里，没有实现的漫长。谢谢玫瑰花。谢谢小沙的荧光海。话说我这首歌还没有 PV 来着。谢谢贪睡小财的荧光海，我是打算之后有机会会拍的。谢谢爱奇的荧光海，谢谢吴峰的荧光海。对啊，这样才是一首完整的自己的歌。谢谢蘑菇粒果子的歌。就是你们都说我这首歌太难唱了，我自己也觉得它很难唱。对 ，QQ 音乐没有音乐，我只上传网易云。怎么做一个完美的刘海？我的刘海不完美啊，所以我直播总是会不停的整理它。哇，谢谢团购送的权杖，谢谢。待会儿你也点一首吧，太高了，是的。就是用那个纸板夹，这样夹两下，然后梳一梳，梳开，梳到你满意的样子。我可能开直播前会梳好几分钟，然后呢，说话说着说着它就又乱了，所以我要继续梳。除了你，真的吗？啊，可以呀、那我是不是得上 B 站找？
或者微博。谢荧光棒。希望这次不会掉色那么快。被我撕破了，谢谢陆公子的荧光海。就是有一些坏习惯，你看我的手也是。因为我漂过，最后都会掉成黄色，就黑色可能会掉得慢一点。手嘛，手也是被我抠破了。我这个人强迫症很严重，就是抠手，抠着抠着，就撕这个手，这个撕它，撕着然后啊流血了。我好像从高中开始就有这个习惯了，也不是倒刺，就是搜一下，什么呀？怎么已经有人把我现在上传到 B 站上面去了？还截了一个很丑的封面，说严静素颜直播的庆姐太漂亮了，这哪里漂亮了？这个封面丑死了，救命！我晕死了，能不能给我好好截个图吗？不知道是谁，希望你好好截图哦。你截不到图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给你就是给你截一个。真的是太丑了，我要哭了，我想重金删掉那种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为什么我喜欢删录播。但发现删了也没有用，还是会有人偷偷传。气鼓鼓。是吗？这真的很丑，这个受不了了。我就搜的延庆，然后新发布。我要到我的超话里去找你那个歌。找到了。没有，刚刚有位朋友点了，他写给我的歌，对。所以我找了一下，
哦哟，这么可爱的名字啊。稀罕见面的林国海。我是不是瘦了？不知道，因为人只有上了公演才知道是胖了还是瘦了。真的，平时就看不太出来。脸都尖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之前我的朋友，生活中的朋友，没有人说过我是圆脸的。因为我生活中大部分都是素颜。难道是因为上了妆以后脸膨胀了？你去假发失败。这样吧，下次直播就是直播夹个刘海，卷个头发，好吧，教你们手把手教。对，女生可以马上就可以用起来，然后男生呢就可以了解起来。主要是我今天刘海已经夹过了，不然我现在就可以夹。对，因为不夹会挡眼睛。没刘海会有可以夹那种，没刘海其实也可以夹的，就夹一个弧度。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，夹多了就会夹了。突然发现就是当小偶像都会了很多技能。什么东西？带一个魔性的视频。对，就会化妆啦，然后还会弄头发，还会很多很多。谁要女装呀？这么变态。那要看也不是不行。但可不要说是我强迫你们的。反正我不变态。不能先喷发胶再夹，那样不行的。要夹完再喷发胶。这个睡衣是美乐蒂的。真的吗？怎么现在我的男粉丝都这么变态了吗？是觉得是女生更能得到我的宠爱，所以都要摇身变女孩子，是吧？不然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。那应该 cos 玉桂狗，为什么呀？哦，因为玉桂狗讨我喜欢，是吧？cos 玉桂狗可以的，这个主意很不错。对，其实我想到一个偷懒的好方法，就是。就直接戴那种头套直播。
我没有带过，之前肥子就带过，他好像是，对，就带过那个什么什么绿头鱼的头套。什么东西啊，玉桂狗去泰国变女生了。别，真的，我刚看到那个上传我这直播的封面，一口血喷出来。这西瓜太大了，我吃不掉。你们不嫌弃就行，嘿嘿。上次我就是为了那个握手，我还专门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发箍，一个大蝴蝶结，因为我的那个在上海没有带过来，结果一点都不好看，戴上去。谢谢圣萌火的奶茶，有时候买东西就会踩雷。都说不好看了，你还让我试试看，臭直男。今天带货吗？带什么货？四年代就更不会好看了，我只是和你们分享一下生活，好吧？不是说我拿出来就是我想带的意思。好呢，那我少吃点，再吃一口，那个一亿的亿。其实还有菠萝，但吃完西瓜再吃菠萝会感觉很酸的。你好，夏天就是要吃西瓜。嗯哼，没看出来呀。可能大家都生活的太快乐了，所以想被骂一骂。像我呢，我就觉得别人骂我就要破防了。好酸。救命了，哎哎，谢谢喵喵的蹦迪。不吃了不吃了，是的，太酸了。哎呀，我这香蕉咋回事啊？你们说就这种长麻子的香蕉还能吃吗？我才放了一天它长麻子了。
可以吗？里面看看，我打开看看。啊，里面好像有坏掉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像我平时的话，我就会把这里掰掉，然后继续吃下面的。对，是这块扔了就可以吃了吧？不是说整个都要扔掉吧？没有，这是我自己弄的，可以吃，那我就吃一个，不然我感觉都要坏掉。但我之前听说过，说一个水果有一个苹果吧，有一个部位坏掉了，它其实就是已经感染了啥啥啥，就不能吃了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发现我很少吃苹果，我没有爱上呀，一点都没有爱上。你不觉得苹果很容易氧化吗？就你一会儿不吃它，它就是变成那种样子，就完全没有食欲了。最爱吃的话，西瓜算其中之一。谢谢一碗炸酸的夜蝶，谢谢。要不要给我点一首 BGM？荔枝，我前几天买的也没吃完，然后它的表面都已经变成那种很深的颜色，脆的了，感觉不能吃了。就是我胃口太小了，点了以后都吃不完。来一首王心凌，可以的。好呀，好巧哦！我今天就在学校门口听到了《第一次爱的人》，我都不知道是哪里在放。我在想，真的火，看起来有点困，就是没精神的意思嘛，有点困可还行。找找啊，我打个 D 字出来，这个球就已经出来了。看一个现场版吧。对，我手指破了。张姐姐叫我连麦。你好，你今天
你今天怎么像一个流浪汉，在街边流浪？两个素颜人真的是。我才没有呢。你在外面干嘛呀？散步。我在拍卖。拍卖？对，你要买吗？只需要一个十周年快乐，一会儿你给我送我直播间里就行啊。我给你看一下。买不起，告辞。好的，给看。这朵花。不会是枯萎的花吧？不是，是假花。啊，不好看，好丑。很漂亮啊。那个漂亮。告诉你，我现在能看到的花，哎，紫色的。然后我教你一招啊，山纹法。竟然一点幽默细菌都没有。闻到了一股流浪的味道。你要开始流浪地球了。看我的灯。你要来一首寒夜了吗？也不是不行。这个很适合。也不是不可以。哇，这是真花，这个是真花。哎。白色的花。这什么花呀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呀，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只是碰了一下。赶紧把张世杰抓起来，我有证据了，不，已经拍下来了。这本来就散落的，这都枯萎了。你个采花大盗！我还没有呢。你不是不能去出园区吗？我住在园区里啊。哦，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园区有这种地方？因为你没来过，太短了。嗯。辣手摧花。我也不知道啥花，可能是牡丹、月季。我要蹲在这个墩上。啊，今天我好白，你好黑哟、哦，哈哈哈！我可以白好吧？你整个一个非洲人，哎呦，累死我！看到了没？我曝光了。姐，你的额头咋了？你的发际线？我的额头。我让你继续熬夜。我不是，我发际线长可好呢，但是我每次洗完头发，它就会往上梳，它就这样了。嗯。我发际线长可好呢。就是、嗯，你好好睡觉吧你。我不。对，因为我每次都往上梳，都这样这样咔咔咔，因为我出去洗的嘛。你在你们园区里洗的头啊？是，我们每天可以出去一次，因为可以做核酸。啊，然后你就出去洗头啦、啊？我也是在外面洗的头，我在楼下。我也是楼下，出园区就是。你不用举报，我也知道他老很晚睡觉。嗯，你会唱这首歌吗？王心凌的。喧闹的街，没发现我的泪。被遗忘在街角，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会用歌词本抄下抄歌词的那种歌，我当时就抄过这首歌。第一次爱的人，谢谢墨镜和奶茶。
会做奶茶。我们就要。我们上班的也都是四五点睡，可能到八点都有，真的。我都不敢播了，我的头发真的太危险了，今天没有弄好。没事，这个黑的就看不清，你那个白的一下就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不应该去倔强。发现多漂亮啊！怎么这两天就成这样？听一个别的，是不是和接发有关系？你掉头发吗？有，我都没接过头发。我去年接了一年。拆了接了拆。但是我比较喜欢短发哎。但长发也还行吧。长发短发我都很喜欢啊。你不觉得我长发也很有魅力吗？太娘了。黑的都看不到你。对，我觉得短发也挺娘的。没有啊，短发比较清爽。长发也很清爽，长发是因为发际没有办法。直言不讳，双生花，我第一套图发不出来，得要所有的十几张，就是我把我所有的写真拍完之后，挑多少多少张，然后再去给他修，然后他要一起修。直言不讳。这我们两个新名字吗？哎呦我天哪，我们园区这边飘来了那边小龙虾店铺的味道，好好闻啊。嗯，我也想吃小龙虾。哦，下次见面可以请我吃吗？我怎么记得你欠我很多东西啊？我欠你什么了？你不记得了吗？我欠你小龙虾？不是小龙虾，你欠我一些东西，之前说好的，你不记得了？我，你想想，给你重新组织圆的机会，关于脸上的，关于脸上的，嗯，一个吻，什么东西？那你说脸上？啊、你这是想吃我豆腐？没有没有，开一个玩笑。那你真不记得了？你这个负心。我看到他们弹幕上说大婶装。啊，是的，还得人家提醒。对，大婶装，你进我大婶装。你要画的比我素颜还丑，我就去卸掉。他说他去上海单独请我吃饭。你还欠我一顿饭是吧？对啊，我吃饭了。嗯，那你请我吃小龙虾也可以。小龙虾，我吃100只。那你可以为我剥虾吗？我比较懒。我这边信号不太好。什么？挂了吧，没事了。别呀。我跟你说，刘杰总是会给我们剥虾的，你要学习一下他的优良品德。刘杰吗？嗯。我感觉我好久没看到刘杰了。你很久没看到他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也很久没看到我了。不是那种，是那种，就是我感觉很久没有听到杰哥的消息了。他是怎么了？
别岔开话题，我让你帮我剥一只虾，你都不肯，又不是100只。我不饿呀，播一只，2只吧，我送你一只，买一送一呢。送你一波。怎么样？真人打，好。呵呵。嘿嘿。我马上就要下了，我已经播了很久了。好呀，天还要早课吗？啥？今天还要早课吗？有几点呀？8点。我也差不多吧，我早上要去拍照。拍写真，你还可以出去拍照。就出去一次嘛，没办法。如果再不拍的话，我是不是连照片都没有放了？嗨，下次我们可以拍双人的。你没发现我和你都没有什么好看的合照吗？上次关博问我们要照片，甚至一张能看的照片都找不到了。那样拼在了一起一个合影，那个的照片。对，上海没有解封呀。明天能起床吗？不是，明天能赖床吗？不，明天能不赖床吗？能啊，怎么就我起不来？你要叫我起床呀？我就问问。那你问个屁！啥？对，我也起床气的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我不就打了，是那我不打了，我看看。没睡醒，别人叫我要揍他，一拳打在脸上。你声音突然听不清了，不可能吧？啥不可能？知道了。哦。调小一点，听不清你讲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要下了。那886。你就这样不管留一下。早点休息呗。好吧，祝你也早点休息。这不用住。希望你早点休息。希望你记在心里，不要不做。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回去吧，别吹风啦。好，拜拜。那我挂了。那先答应好，可能有时候是真的做不到。笑死！晚上几点睡啊？每天都不一样吧，看情况，但也不会很早。
选修还没选课呢，下周选。不是我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啊，我都不想选。我还就是还没通知住几选呢，等我知道了再告诉你。对啊，要把学分修满，可复杂了。不过有一个算是好消息吧，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五个学分的毛概课，说是今年是线上考，就是用那个软件 APP 考，好像是全省联考吧，就没有简答题，就不用背那么多了，就全是选择判断什么的，就会稍微好一些。也不简单吧，不可能简单的。但是我还有另外一门马克思没有通知，感觉好像是正常考。反正我已经要开始背书了，有很多要背的。开直播你们帮我答题，主要是他可能会还是会集结在考场，只不过让你带手机去考，不可能会那么松吧，让你在家里自己做。如果在家里做，我就让你们帮我好吧。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对，是闭卷的，应该会在考场里面考的。你们可以帮我搜题呀。因为那个就是学习通里面，就是你退出去它会有记录的，你就不能退出页面，但是有两个手机的人他就可以搜题了，我觉得不太可能会让我们这么干，好吧。怎么可能，我粉丝里有很多学霸呢，我觉得。我学音乐的，但是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课，感觉学就是音乐的东西反而学的不多。看来是耶稣意义的奶茶。大学什么都要学啊，很多模块啊。对，没有化学、数学什么的。你才像苹果呢。
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夸奖。居然说我像苹果，是说我面色蜡黄。对，因为苹果的皮是黄黄的。已经在生气了。而且苹果的形状是这样的，就椭圆形凸出来的。我的脸没有那么圆，好吧？我的脸没有那么圆，就它是那样的，形容不出来。我的脸居然可以拉这么长，好神奇！像个外星人，我没有捏过肥子的脸吧？捏过吗？他捏过我脸，我捏过白星鱼的脸。之前他不是有一个很搞笑的表情包，就是我能捏着他的脸。啊，这怎么捏自己的脸比心，这咋做到？太难了。对我的脸温柔一点，好吧？谢谢谢 Bill Kiss 的液体，谢谢。椅子发蝴蝶，你想都别想，还想捏我脸？给我100万都不给你捏的。我真的会谢。应该是第一次吧，毕竟我很少。谢谢 JK 的鸡血熊，但我捏你们，那是可以的。我在 cos 宝宝，就这是一个奶嘴，我虽然可以出门，但我根本没有空出门呀，我每天都要上课，会夸，那我 cos 婴儿。那不瞒你们，确实挺软的。
没有大美瞳。大家千万不要在晚上的时候修眉毛，好吗？我上次就是晚上的时候修了，结果我就把我的眉毛给修缺了。想合影，下次线下握手就可以了吧？对，还好有软，是吧？不要晚上的时候。我也想问。希望今年是有观众的吧，因为没有观众真的很没有感觉。对，我还想要你们在那个观众席用那个，不是横幅，是那个会发光的，对，搞一个我的那种应援，搞一个，对，灯牌，瞬间忘了叫什么。对啊，让我能够看得见嘛。你叫什么呀？你也要给我应援。可能是饿了，他最近真的好讨厌，总是我一吃饭他就开始上厕所，真的气死了。他已经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，很自闭。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啊？你刚打开我热腾腾的外卖，刚开始吃，已经吃了一两口了。瞬间，太难了。不，他非要再挑我开吃的时候。胖仔，而且他吃猫粮吃的贼快，就有饭就干那种，也不管就是适量，就给他倒了饭立马就干饭，每天就是干饭，然后吃完就拉，拉完就吃，猫猫的一天是这样的，还要睡觉。还有制造猫毛，好主意。
猫猫就是它一天吃多少量才是好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每次把那个盆子把它饭碗倒满，结果一下就没了。这么讲究吗？好吧，因为我嫌麻烦，我就会给他倒很多，我怕饿着我们崽崽乐。当然要打针呀，各种针都打过。那我给他控制一下吧，也是限定麻粉是吧？他幸不幸福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他竟然发出咕噜声，应该就是很舒服吧。之前还有人问我，说我的猫是谁送的，我真的很生气，居然造谣我崽崽。我看起来特别穷吗？我看起来是养不起一只猫的人嘛。对，他快要过生日了，下个月。他快一岁了，我们崽子马上要过生日了。是的呢。9岁了，是他已经9年了，还是说他是在猫龄中9岁啊？哇塞！哇塞！我的崽崽能陪我那么久？没有，没有咒你的意思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哇，你家猫11岁了都。那会不会长得巨胖呢？要连吃3天蛋糕。为什么是3天？张志杰过生日，他又不请我吃蛋糕呀。
他过生日，我还要自己买蛋糕吃。我疯了还是你疯了？对啊，我自己有蛋糕吃，我比他早一天过。生日开直播吗？上次说那天是你几来着？查查，星期六，那开呀。对啊，我们在这第一个生日，有点期待。仪式感整上是吧？周一晚上嘛，周一晚上没法开。再说吧。对呀，对呀，我有课呀，而且就这两周就考试了，都到最后两周。6月20还真没有放假呢，哦，6月20应该已经结课了。什么时候最后一周？看看日历呀、6月份。今天是5月25，今天是第14周的周三。6月1号，6月6号是，我脑子不太好使。5月30号是15周的周一，然后6月6号是16周的周一，16周过完，那就是6月10号。6月10号我所有的课都结了，然后17周、18周会有很多考试。但是不一定每天都有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藏起来。那我就是，因为我周五没课嘛，我就是6月9号是最后一天的课，这个意思。很痛苦了，最近要复习。18周后也不放假，要下个学期，只要短学期了，但是我要请假。考完试都过了就请假。再坚持一下啦。没说可以请，但是我就要请。
但是也得我回得来吧。如果到那时候还没解封的话，掐人中。对，只能到时候再看，现在都不确定。多久没回家？挺久了，上次是过年。没有视频哎。就是，一般我和我爸妈偶尔聊聊微信，偶尔打个电话。一般是我妹妹想我了才会给我打视频。对啊，你们不知道我亲妹妹吗？可能是我平时都没有提到她。我这个当姐姐的不合格。我妹妹嗜睡，我叫亲姐，她就叫亲妹了，是吧？谁说我三岁呀？啊？我怎么天天跑火车呀？你们说几岁就几岁吧。哦，那就还没有三岁，还没有三岁呢。对，欢迎大家陪我过三岁生日哟。像的，但我觉得没我好看。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对，我妹妹像个小男生一样，他就。我给他买，我之前去迪士尼的时候给他买那裙子，他都不要，他不喜欢。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？他喜欢什么赛车呀什么的，就跟一个男孩子一样。他就贼不喜欢买新衣服，跟我一点都不一样。我超级想喜欢穿裙子，他就是只要玩具，不要新衣服，就要穿旧衣服。主要我不知道是我妹妹应该还没有长开，她不是双眼皮，她的眼睛有点肿泡眼，所以我很担心她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总是被说是结合了我爸妈的优点，因为我爸就是一个肿泡眼，感觉他眼睛像睁不开一样。没有，但是我爸年轻的时候还是挺帅的，又瘦又帅。对，然后，但其实我虽然是个帅皮，但我有点内双。
而且在我贴了很多很久双眼皮贴之后呢，我的双眼皮也变得不双了。但是我妹妹和我一样睫毛挺长的，谢谢 YOONA 的奶茶。你咋没看出来呢？那你眼神不好。快11点了，再播2分钟吧。嗨，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要不就睡过去吧。我好像吐槽过了，最后还是起来了，挣扎着，不敢逃啊。谢谢 Topps 眼镜星星的奶茶。闹钟能把我叫醒啊，我就是靠闹钟醒的。你今天没起来，直接没去上班，哇，你好酷啊！唉，我也好想这样，可是我不敢。谢谢限制的天空。家园的荧光海，那我要下了，家人们。哎呀，晚安，下次直播间呢。